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张柏芝带两名宝贝仔 Lucas 及 Quintus 到新加坡定居以后，经常被网友巧遇碰到，似乎要在新加坡碰到柏芝并非想象中困难。不过值得留意的是，虽然柏芝不时被粉丝巧遇，但态度亲民的他却仍对粉丝有求必应，力逼大方合照，有网友上传跟柏芝的合影，并大赞他的完美身材。郑维斯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搜狐视频那是极好的，我是孙俪。